天天饮食天天见，主题菜肴天天选，我是董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怡。天天饮食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主题菜是魔芋。说起这个魔芋啊，现在这个欧洲说奉行啊、风行啊，说这个是一种减肥的理想食物。是的啊、那么说起减肥，那小嘴儿当然比我要肥一点了，增加了嘴，他话也多一点啊。二位最近发现我瘦了没有？瘦了，就是因为我吃魔芋这两天啊。因为呢，人家跟我说吃这个魔芋能减肥。这个魔芋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别的咱们说菜都说那个营养越多越好，越丰富越好。魔芋的特点是它没有营养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、它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膳食纤维。它没有能量，没有蛋白，没有脂肪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是有能膨胀，我们吃下以后它膨胀起来，有一个饱腹感，饱腹感以后我们就再吃不下去东西了，对这个消耗体内的能量非常有好处。估计今天又没营养，就是入味儿，有董浩的这个做法，就是一个相对不太容易的菜。俗话说人不可貌相，别看我长得是吧，像我们是一对配合非常默契的好搭档，我们绝代双骄嘛哈。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主料啊。好，这个是刚刚他们说的魔芋，鲜虾，冬笋丝，蚕豆，也叫蚕豆板，蚕豆板，这个是培根，雪菜，葱姜丝，调料呢有糖、盐、味精、胡椒和一点点料酒。哎，所以刚才张老师说是魔芋啊，它没有什么营养，但是它有一种饱腹感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把魔芋啊，不是让它当主角，而让它配料、配料、配角。我们菜的名字你听就知道了，叫做雪菜蚕芽煮鲜虾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鲜虾来处理一下。哎，首先我先要把这个虾呢去掉头腔，这个去掉头腔。避免呀，一会儿在吃的时候会扎伤手或者嘴。再把这个虾须剪掉，还有虾脚。你看看。好，弄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锅点上。好，点上。倒入少许油，把这个虾呢先给它煸炒一下。为什么要煸炒一下呢？一会儿呢，我们在煎这个虾的时候呢，往里面点一些料酒，可以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而且呢，把这个虾煎炸一下呢，它的虾的那个香味啊就更容易被激发出来。激发出来。一会儿做汤的时候呢，还有一点就是它不太容易散烂。小厨娘，就是巧。要是我就直接就大折罗一煮，省事儿了哈。对。现在油已经差不多了，好了，我们把这个虾倒进来。轻轻的翻炒一下。对，把它这个双面呀让它变红了之后就捞出来。现在呢，烹一些料酒，料酒去腥啊，去腥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关火，把它倒到这个小碗里面。好了，这个油锅呢就放在这儿，一会儿我们还要用。用，对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培根切成条。文姨呢做菜善用培根，切丝儿。对，就用刚刚锅中那个剩的底油就足够了啊。对，来把这个培根呢煎一下。好，香味已经出来了。煎出香味了吗？对，在煸培根的时候呢，这个培根当中的油呢它会慢慢渗透出来，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呢不要在锅中放太多的色拉油。好，现在呢倒入这个雪菜。好，冬笋丝，煸炒一下，把它给炒透。这个时候要倒水了，倒入开水。好，这样大概煮一会儿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魔芋丝放进来。蚕豆板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。对对对。
因为这个如果时间短的话，这个蚕豆它会有一种异味啊。是啊是啊，而且我刚听您说，很多人可能还不太适合吃这个。对对对，比如说有的人呢，他有这种病叫蚕豆病。那我们借着这个问题请教一下专家，好。对，我们问问张老师。那么蚕豆呢，里边有一种成分，那么这种成分呢，可以引起人的溶血。那么这个成分呢，经过加温加热以后，可以逐渐被破坏掉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蚕豆一定要煮透，不要把这种成分留在这里边，那么对人体有好处的。那么还有是什么？还有有的人是对这蚕豆本身就过敏啊，那么像这种人就不适合吃蚕豆。嗯，好，我们这边呢煮了有五分钟了吗？啊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呢调入两勺盐。嗯，不要搁太多，因为雪菜里面有点盐分。对，然后再加两勺糖。调一调口味儿，也能够提鲜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呢，可以调入一些胡椒粉。来，把它搅匀。好。这个时候呢，再把刚刚已经煎过的虾倒进来。哦。在这个虾呢就比较完整了。对。不容易碎啊。现在呢，再这样煮上2到3分钟，这道菜呢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给它可以盖盖啊。2到3分钟，待会儿见。好，三分钟过去了，过三分钟过去了，最后一步我们要把葱姜丝放进来，哦，然后搅匀，搅匀，后放葱姜丝，这个葱姜的香味呢，现在正是挥发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可以了，不错，关火吧，关火，好，这道雪菜蚕芽煮鲜虾就做好了。菜蚕芽煮鲜虾，一大盆儿，哎呦，真好！看这菜品啊，对，他会吃。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、啊？营养是没问题，嗯啊，关键问题在哪儿呢？它这个魔芋本身膳食纤维又多，就能够排脂，嗯，这个又加上这个啊竹笋，这两个加一块儿了，魔芋现在认为。是这个肠道清道夫，嗯，它能够促进肠道排便。对，那么对什么有好处呢？对预防癌症啊，包括预防这个肠癌是有好处的，还能够降血糖。哦，哎，所以说这是一个保健食，保健的这么一个汤菜。这我学会了，赶紧给我们家老人做。哎，回去赶快做。看来咱们是越来越挑剔。是是是，那那那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越来越不好做。对，不好做啊。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，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啊。明天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